手指在头顶画一个圆。把衣裙扯成麻花辫，在侧后方用手指画一条直线，把头发分开。这边也是，把二曲和三曲固定起来。把后脑勺四曲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辫，扎在头顶最高的部分，像这样。然后就两个辫子，把这两个辫子盘在后脑勺。辫子也盘在后脑勺。接下来要用到的是这个最小号的燕尾发包，它里面是有铁丝定型的，我们需要把它这样让它翘起来一点。发包的背面有一个插梳，我们把插梳插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用一字夹或者 U 型夹固定一下发包，固定好啦，侧面长这样。接下来把一曲的头发分成上下两份，像这样，把下面这一半头发绕到后面去，盖住发包，拿到这边来，然后用一字夹定住。然后我们来把二曲、一曲、二曲、三曲、三曲，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把三曲重复刚才的步骤。捅破了窗户的纸，幻想着。用喷雾发胶定型。然后这边发尾的头发往上缠，二曲剩下的头发用同样的方法绕过去。锁不住一生一世，如今都变成歌子，遗忘的陈年旧事。把鬓角的头发喷湿，让它贴在你的头皮上。可以把你的头发梳下来一点，遮挡一下，把仔细把发胶喷在手上，揉一揉，揉一揉。好了，基础的打底就做完了，接下来给我们的头发注入灵魂，掰弯它。有个插梳，用一字夹固定一下插梳和头发衔接的部分，用一个小发片遮盖一下头顶的部位。看清重任，把发尾藏起来。好，基础的盘发完成了，我们来戴头饰。戴上以后觉得我超有钱，再戴上显得我更有钱的耳夹，这耳夹夹得还有点疼呢，有点紧，可能是我的耳朵太厚了。这组发饰一看就是段位特别高的那种。哦，还有指甲，我的指甲放哪里了？